揭发不公不义，维护你我知的权利。我是赖丽英赖小英，我们来宾是台科大教授陈志晓老师，也是前土地正义联盟理事长，也是前现在反南铁东移的自救会长。老师好。大家各位观众大家好。老师，我们的网友我们的朋友非常担心您的安危，所以要我们务必在选后再把你找来节目。你还好吗？还好啦，一切都好，因为现在赖清德他根基还没有那么稳嘛，因为毕竟那个国会他民进党没有占多数嘛，所以我觉得他自己会忙一阵子啦，等他根基稳的时候可能就会回头来对付我们这些人吧。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有一个习性会对付爆料者，对付那些把事实真相说出来的人，包括中天哦，那民间特侦组偶尔也会被限流，所以希望大家在中天电视 YouTube 跟民间特侦组 YouTube 双开直播，帮我们把连结扩散出去好不好？进来的时候记得先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今天还有很多内幕跟揭秘要来告诉大家。因为呢，前阵子台南出现了天坑，这个天坑不是没来由哦，其实跟南铁东移有一点关系，他们的原因应该是一样的啦，原因是一样，对，甚至是跟那个好几年前的维冠大楼的倒塌，它的关系也是一样。那事实上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们会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灾难绝对不会仅止于此啦，因为在台南很多的开发案征收案，事实上他们都面临到同样的状况，同样的状况，而且台南的地价房价这几年涨得非常非常的多，赖清德他们家自己都受惠。另外呢，也有人说地方盛传这个是挖到水脉，水脉坏了，那龙脉是不是龙穴也被破了呢？520还没就任哦。对。那么另外民间特侦组也有到屏东，我们要去了解农民的陈情，发现盖好的光电板竟然它的来源是中国大陆出口。那这中国大陆出口其实如果它是很好的发电效能没有话说，但是依据民进党政府的标准，那这不就成了国安的漏洞、国安危机吗？能源政策怎么可以是中国大陆那边进来的材质呢？好，各位陪审团进来的时候记得先按赞哦。好，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哦，这个台南天坑这个事情哦，一下子应该新闻就结束了，因为现在所有新闻台不太会报道这个。但中天呢，虽然有报道，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是现在看到才发现，还来得及，因为我们把当时的报道，3月6号那时候发生，傍晚就是人车正多的时候，突然就像灾难电影一样，一连串的工程大的机具就倒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场状况。眼前超大吊臂倒向马路，轰的一声，蓝色货柜就像纸箱甩飞出去。推开！吊臂砸中路灯，往前方民宅倒，擦过招牌，扯断红绿灯电线，砸中警车车头。快！走开！走开！远警狂奔大吼，就怕有人被压中。巨大吊臂横跨马路，吓坏所有人。有人吗？有人在下面吗？有没有压到人？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事没事，没有人没有人。意外发生在台南市西门路上新建案工程，6号5点多工地旁出现大天坑，吞掉一辆货车。7点时货车吊起，吊车却开始倾斜，接着无法负荷，跟着倒塌。建商连夜灌浆，灌进320立方的混凝土，凌晨2点半才抢通马路。就是差1公尺就到我们家嘛，我傻眼啊！那大家都一直关心我们呢。当然是差一条，这老公伊归然没困境，是连续壁施工造成。建商说明，这个大楼要盖17楼高，是做连续壁灌浆，倒沟破裂造成土壤倒灌，才出现天坑。住户吓坏了，也拒绝建商送礼。我们的安全都很重要，不是你的很重要。你们建那么高，挖那么深，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很有影响。进行了大概有3个多月，已经逐户在拜访，我们也表达我们负责的态度。
有居民说，这附近土质不稳定。1959年的地图曝光，65年前还是渔温地，工地被勒令停工，建商黄龙建设挨罚27万，发出声明致歉，唯一庆幸这起公安意外没造成伤亡。哦，有没有很恐怖？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公安意外的，哇，连续倒哎，那个工地这样连续倒下来，货车先掉进去被吞了。然后大型机具要把它吊上来，结果3个小时后它也倒塌下去。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像灾难片，你打一好不好，让我们知道。如果你是早就看过早就知道，那你打二。好，民间特侦组 YouTube 这边的朋友 Coffin Singh 庆章，千鸟在林不如一鸡在手，谢谢你的抖内一排，真的太感谢了，太支持，谢谢哥哥好羊 Hello， 还有这个杨小雨、黄全明，嗨，好，那待会我们再来中天电视 YouTube 的朋友再点名老师，您住在台南过去那这个天坑这么大一个洞，而且这不是第一次前面还会有发生。其实，在南铁东移现在工程之所以还没有完工，原本是2024年，今年南铁东移案要完工，没有第二次延宕，要延到2026。而相关单位还讲说，不见得2026可以完工。那到底它的地下是发生什么状况？首先我们。刚才那个影片里面不是有一张古地图吗？是那张古地图它其实就已经说了很多事情但是我把它讲得很清楚，清楚一点，就是说呢，要去了解现在台南各地发生的这个什么天坑啊，包含之前维冠大楼的倒塌，包含我们在南铁东移案的时候在谈那一个就是那个它东移会跑到地下河道的这件事情，是。甚至包含之前发生的海安路的灾难，是海安路灾难，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不是那么清楚，就是大概在张灿宏到许天才执政的10年多的时间。没关系，我们待会会有影片，我们准备好让大家看，比较清楚那就是那个海安路呢，也是因为连续壁的施工，然后地下水的问题，然后呢10年没修补。那现在南铁的状况 update 一下，就是说大家知道那边有个新楼医院，新楼医院其实就在它南铁东移的边边而已了，那旁边也有那个什么张家湖景，我们之前谈过了，现在新楼医院都已经出现龟裂了，龟裂对，那事实上那个我们一再去强调这个灾难是很难处理的啦，因为而且一般老百姓感受不到，但事实上就是说从三四年前他们开始进行连续壁的，因为那个铁路地下化也要进行非常深的连续壁的开挖嘛，像是这个五妃街的这个事情，事实上它连续壁还没有铁路地下化的连续壁要来的深，连续壁的那个深度是二十几公尺，将近30公尺，然后这个东西就五妃街这个地方大概10几公尺而已，那是古迹很多的一条路上，对，那旁边有五妃庙啊，然后其实它是要重建城墙的旁边，好，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这件事情，是，那事实上就是在他们南铁已经开始深开挖这段时间，抽水都一直抽不完，直到现在还在抽水，你看多久呢？因为事实上你如果了解台南的地形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地下水应该是永远抽不完的啦，因为它是从那个中央山脉然后往西藏流过来嘛，然后台南这个城市基本上面有三大水系，第一大水系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那个德庆溪，好，我让大家跑到那个南铁那边，是，我让大家看一个图大家，我们请那个 YouTube 导播帮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德庆溪，蓝色的部分是德庆溪，现在大家看这个由北到南，整个台南南铁东移那个中间白黑先隔的就是原本台南铁路，本来它地下化，它现在整个东移，那绿色下面绿色是丘陵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看如果东移的话，它就会往东边跑到蓝色水脉地方，那不是正中水脉吗？是啊，我们一直跟他谈这件事情，但是那个政府的那个环境影响评估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区域的水是由西往东流，是连这种那么明显的白痴的说法他都敢提出来，那其实这也牵扯到说，那环境影响评估的这些委员到底是蒙瞎了眼睛了，
这个等一下可能也会牵涉到光电案的环，那个就是那个环境影响评估的委员他们的身份跟作为嘛，哈，这个等一下连起来。那我们再回到那个它的水脉，一大水脉就是刚才图片上面看到的这个德庆溪，是，然后另外有图哈，小英就我今天有传给你，不见人家修出来，我就继续讲。这个我让大家知道，红色的线哈，是我把用我们 Google Map 红色线是南铁东移的整个铁路的状况哈。那刚刚德庆溪哈，现在 Map 是看不出来的哈，因为它在地底下，现在平面上都盖满了房子跟都市，而左边蓝色的海安路，这是我们待会要看海安路的这个弊案，也发生弊案哈。再往海安路南边。东边一点点，介于蓝跟红中间的下面，就是现在天坑发生的五妃街跟西门街口。好，所以这整个台南的表面上看不出它的水文，但是古地图都看得出来。好，这一张是老师提供的。Okay, 好，这张图哈，它是北边是在那个左手边。对。好。那个南边，南边是在右手边哈，所以请各位把它倒一个九十度来看，会跟我们刚才那个图比较清楚。是那个现在这个图的左手边就是我刚才讲的德庆溪嘛，好，就支流那个地方。然后呢，右边不是有一条河吗？好，那条河叫做福安坑溪。福安坑溪。好，那福安坑溪在现在台南的哪地方呢？基本上就在埔前路了。啊，如果熟悉台南的人，就差不多在埔前路那一带。对，好，然后呢，更南边，也就是这张地图的更右边，好，那个地方还有另外一条溪没有秀在这个地图上面，因为这个图只有秀出城墙围起来的内部而已。嗯，那个地方那一条河叫做竹溪，是这个吗？不是，这是那个围观大楼那边是一个鲫鱼潭。好，没关系，也是一个潭。对，我就继续讲哈，因为那个因为从前的古地图就只有关心那个城墙里面的事情，对，没有画出城墙外面的事情，我就弄口述的。所以呢，在更南边的地方呢，有一条竹溪。是。那竹溪呢，大家知道到台南去有一个寺庙叫竹溪寺。嗯。好，以及呢，最近这几年那个台南市政府又想要下重手去开杀戒的一块区域叫做南山公墓。哦，南山公墓。南山公墓的边缘，靠北的边缘，基本上面就是竹溪。是。好，那个五妃街那个地方呢，就天坑那个地方，它是介于哪里？它刚刚好在福安坑溪跟竹溪中间。中间。然后呢，那个地方，那台南基本上面就是非常多丘陵，很多河在那边流来流去嘛，是。所以那个地方，就现在发生天坑的那个地方，基本上面就是福安坑溪跟竹溪的支流在那边交错，非常非常严重的一块区域。是。OK， 然后。我们刚才也有看到一个古地图，就是那个在这个 video 上面秀出来的那个，这个、不是、video 上、对天坑的地方，这个你可以看得到，它往这张图的左手边，也就是往西边的那个地方，它那个地方有标志非常非常多的余温的位置。古地图，因为呢，1959年对那个1959年，老实讲，距离现在也没有很久了，快一甲子了、哦、然后呢，事实上。那个老台南人可能知道，是从前的台江内海是在哪里呢？就在这边吗？台江内海是靠近西门路，好不好？现在发生地点是西门路跟五妃街嘛，哦，是不是？所以这为什么？你看1959年那么靠近我们的这个地图，都已经仍然存在非常非常多的余温哦。是，那现在这个时候那个地方是完全填平了，你是看不到余温的，看不出来的余温。然后你会觉得，哎，好像本来就应该是建地，对，不是的，好吗？在清朝的时候，台江内海是差不多在西门路那个地方，是，所以是非常非常靠近那个这个非常靠近那个就是现在天坑的发生的。这个地方的是是，我们上一次就去年底哈，我们去南铁东移案的现场，因为我们才惊觉哇，那个工程怎么都停顿下来。县政府说是因为发现了古迹，因为要保存，但是很讽刺的是，那个地底下就有张家百年古井在那边，一样是寸草不留啊，就直接把它挖掉。张家媳妇说：“你留一个砖块给我做纪念。”他们都不愿意。
不愿意就整车载走，眼睁睁看着车载走。我们现在来看一段，让大家回忆一下它地下水脉有多丰富，连现在南铁东移的工程都被延宕。我们现在在南铁东移的工程现场，旁边就是新楼医院。新楼医院这个地方有一片地是张家捐出来的，那他们的古厝原本在这边，现在都看起来夷为平地。太太，你是张家媳妇，对，那所以你们当时清朝留下来的张家古井是在哪里？大约在这个两个桶子的后面那个位置，差不多距离一公尺那个点，是，就是我们原本的古井的位置，然后他们把它拆掉了，埋在下面，也不还我们。当初我还有打那个打去跟他们要里面的砖块，因为他那个砖块是很特别的，我希望可以保留给我们。对，可是他们都不愿意，他们就直接拆了。有几口井啊？我们这边是一口井，但是我知道沿线还有几口井。那边那个路桥那边是皇家的，我知道这附近都是清朝他们那个时候做糖的，所以那个井的水很重要，是要做糖用的。所以我们那个井也有把水舀出来，是那个水是清澈的。我们要被拆之前，我们隔壁的亲戚还跟我们说，那个井是他们从小就在这边洗澡用的，洗澡煮饭用的，所以那个井是很清澈的。啊，开公听会，那个哪校真的公听会啊？前面坐一排他们自己的人，然后我们居民只是坐在后面，然后只有前面的人可以发言，前面那些都是他们的人，都不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有很多人不能进去啊。肢体冲突不断，其中高龄80岁的蔡阿嬷声泪俱下，希望市长高抬贵手，但赖清德不为所动，反南铁东移成为他在台南市长任内最受争议的政策。其实我们都很难过，怀着很大的期待，就是支持他们的。他们常常嘴巴就是讲说人权、正义、机制、正义什么都。常常讲这些嘛，对那个政治人物我们真的很失望。你说那个大雨伞那边怎么样？那边是他们说他们挖到古迹，所以在做古迹保存。嗯，可是我们的古迹是从清朝留下来，他却不给我们保存，而且我请他砖块留给我们，他也不愿意留给我们。我们很多人都是被强拆，而且都是被监视，工程进度落后的原因，他就推给古迹保存。可是问题是他的水的问题还没有办法处理。哇，水痕呢？积水才来投药嘛，怕蚊子啊。对啊。你看那个抽水马达。哦。那个是抽水马达。抽不完呐、啊，水一直流。以前是机车地下道，所以它现在还在出水。好，我们看到那本来是机车的地下道，那做了南铁东移开挖之后，就淤泥淤积到现在不散，干脆这整个水道就先放弃了，好像没有再动工啊。你想想看，那个水不是当地生出来的，那个水是从中央山脉流下来的，然后呢，它的根源事实上是跟围观大楼是有关系的，是就是我水先中央山脉那边流下来，然后呢，在围观大楼那边形成了一个湖，叫做鲫鱼潭，然后再继续往西边，然后就到我们刚才看到南铁的那德清溪的那附近。好，所以你说要抽水，你要把中央山脉的水抽完嘛，因为它本来的水脉就一直会产生嘛，所以现在只是他们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来掩盖住，然后他们掩盖的说法就是说有古迹嘛。但最荒谬的是那个张太太他们家那个地方是糖间呢，是台湾出口经济的烂商。台湾第一个出口经济作物是什么呢？就是蔗糖。对，好，那所以那是清朝时代的台积电的地方，然后他们现在整个
都把它破坏掉，然后号称它要保存什么古迹，所以那骗人的啦。我们再回到那个水脉这件事情。好，我先跟那个中天电视 YouTube 这边朋友先打个招呼，林景茂 ，Hello， 你好，还有鸭英旺欢迎加入言论自由民主制衡我家英正 KKP Coco Lulu 下午好，八戒好哈，庆章李正中好，胡宗侯凯元好，谢谢来参加。我再回到水脉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灾难我觉得还没有结束，而且后面可能有更可怕的东西啦。是、哦、我点名几个那个建设案，大家可能就知道、嗯哦、第一个当然就是围观大楼已经倒了，对，它那个地方本来是鲫鱼潭，然后它水就往东流，对不对？然后首先会经过平时园区，嗯，平时园区也是现在那个台南市政府在炒作土地非常非常严重的地方，然后、哦、好，然后继续往东流就到南铁那个地方，是好，然后继续往东流呢，啊，对不起，继续往西流呢，靠海往海那个地方流哈，然后那就入海了，然后呢，入海的那个附近呢，事实上就是那个，有另外一个案子，就我刚才提到那个海岸路，哦，海岸路，因为海岸路它就是它从前就是去，因为本来是说要做地下街啦、嗯、然后呢就做深开挖嘛，啊，结果那附近本来是非常非常繁华的哦、嗯、那个什么萨卡利巴就在那个地方、哦、我以为是不繁华，所以才要去把它弄繁华，弄一个什么文创市集、哦、那个原来它本来就很繁华， 文创市集是没落了之后才有可能那个土地的租金可以让 afford 文创嘛，那没有想到那很多文创在那边成立了之后，就土地那个地方已经站起来。因为大家可能对海岸路不太了解，我们来看一小段海岸路，它当时哈、哦、延宕了十多年哦，将近二十年。对，它本来是很繁华的地方，就被搞成什么样子？我们来看一下，陈亭飞还去哎。三爷溪恶名昭彰，前任市长赖清德治水政绩，话说得太满。基础建设方面，咱成功完成三年的治水标准。但真的是这样吗？为了达成目标，赖清德八年任期狂砸了34.6亿元来治水，平均一年4亿多。在这次淹水中几乎放水流，赖清德甚至在卸任前夸口说30年的淹水，3年就要解决。这下治水神话全破功。这两任市长觉得在治水方面怎么样？啊，也看不出什么成效来了。努力的把这个公共工程做好，那希望说能够减少这个民众的这个淹水之苦。那只是他可能讲得快一点。居民大骂三爷溪治水没有用，黄伟哲也小刁赖清德，话说得太快。再回归到三爷溪议题，从根本解决得继续砸大钱。走进台南市海岸路连宕14年一直未完工的地下街工程，大家心中都有点害怕。原本该是带动地方繁荣经济的地下商场，如今却成为游民睡觉的临时场所。地上散乱的空酒瓶，甚至还有偷来的女性内衣，让这里充满了恐怖的气氛。而这个地下街工程经历三任的市长，没有人可以善后。现任市长许天才更因此被检察官求刑12年。跑到台南市海岸路地下街政见发表，县长苏焕智一脚命中市长许天才的痛处。一个闲荡了20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啊，其实是台南人的痛，心里面的痛。你说台南再怎么进步，你的海岸路的定位都不清楚，还当场质疑许天才的办事能力，也代表了政府的能力的。那么这个人民啊，对一个问题闲荡那么久的，又真的是心痛。海岸路地下街从1992年开始新建，但5年内换了4家营造商，好不容易2003年完工，4年后又爆发弊案，市长许天才被起诉求刑12年，去年8月全部判决无罪，工程弊案成为许天才的最大痛处。他可以来参观，可以来，哦，他可以来参观，也可以来这个散步啊，都可以啊。请问现在海岸路可以散步吗？啊，可以的、哦，已经可以了。现在已经完工了，但是呢，他本来要做那个地下街嘛，哈。对。但是因为工程品质太烂，而且安全其实不是，可能也有些疑虑啊。所以他现在没有变地下街，他、现在变地下停车场。这被你想想看，差更多啊！最全台最贵的停车场、哦，对，花了好几亿哦。那老实弄一个停车场啊？老实说，这个件事情哈、哦，他。也跟等一下我们要谈的这个水脉有非常大的关系、嗯、因为那个地方基本上面是也是台江内海、哦、然后淤积了之后，然后因为老百姓
要在那边做生意嘛，所以就进行一些人工沟渠的挖掘，对，好，让船那时候清朝的时候船可以进来，那个地方就是所谓的五条港，所以那个是台南很早就发展的一个商业区，所以一直到近代，我所谓近代就是二十世纪的我小时候的那个年龄了哈，那个的那个时候其实海岸路你知道吗，那个地方是还蛮繁华的，那个老台南人知道那个地方有那种一个地方叫萨卡利吧，萨卡利吧基本上面就是非常多的小吃啊，然后卖衣服的啊，一个聚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圈，然后因为这个他们要去搞地下街，对，所以呢那个地方当然就是停滞，没有办法，老百姓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嘛，是吧，交通也就拥塞了，黑暗，然后更更夸张的是海岸路那时候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它的两侧那个的房子都会什么塌陷啊，倾倒啊，然后龟裂啊，都是非常非常多问题的，是，这些问题你不讲我们这个台南以外的朋友大概不知道，因为对啊，因为台南的灾难通常都会被你们就默默承受啊，哇塞，如果在台北怎么可能啊，好，那海岸路的事情算是告一个段落嘛，对，但是我觉得问题就是说他们去面对，因为台南的土地开发就是要面对那么多水文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政府以及这些建商是完全不管的，他们的做法就是把反正水在下面嘛，我就上面全部给它填起来，然后就觉得没事，然后就继续干，然后我刚才就顺着我刚才的逻辑我继续讲，好，这牵扯到什么东西呢，又牵扯到中国城，中国城，中国城是一个被区段征收一个区域，它基本上的位置就是在中正路跟国华街的附近，那交叉口的那个附近，往北一点点的那个附近，那个老台南人，你只要现在五十岁以上的哈，你应该都还有印象。从前你到中正路底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运河啊，所以那个地方事实上是一是本来也是那靠近那个海的，然后运河的那个区域。那现在呢，他们要把它填平，然后也又要去盖一个高楼。他总是要弄工程，对，他们就是一起，而且他们弄的地方通常下面都有非常丰沛的水脉，而且都工程拖延超久的，钱花超多的。所以中国城他们说要去搞一个什么可以看到夕阳的一个，那事实上是看不到夕阳的啊，因为那个更西边呢又盖了一大堆那个什么，对对对，台南。台南市长，台南市怎么能够允许中国城这样的字眼啊？哦，那个，因为从前中国城这个字眼还不是那么政治不正确嘛。那现在要改啊？啊，没有，对对，所以他把它拆掉了。哦，拆掉了哦，而且民脂民膏哎。对对对，他把它区段征收了嘛，然后现在要弄一个什么漂亮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Anyway， 那个地方以后要弄一些高楼大厦在那个地方，这莫名。然后呢，再往南边走，就中国城的往南边走，那个就是现在的五妃街天坑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再往南边走呢，就是那个就是南山公墓。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我们刚才一路点名那么多的。所谓的未来的建设案，或者是过去的建设案，或者现在正在进行的建设案，你会发现他们都处在地下水非常丰沛的水脉上面，完全不理老祖宗的资讯。这个地方文史工作者，包含我那时候在做南田运动的时候，我们都把这些，因为这些东西老实讲并不难查。那个中研院有一个什么台湾百年古地图的一个资料库，你都可以把那些东西调出来，然后你对比一下。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怎么会是我们民间做呢？政府不是？但是赖清德个性就是你越反我，你越反我就越要做给你看，证明我是对的。对，就是硬要把你压下去。就是老实讲啦，他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包含赖清德，他就有一种心态啦，就是说一般老百姓不会懂啦，好，那一般老百姓就相信我的政令宣导跟那个跟我的那个认知作战，所以一般老百姓不会了解这些事情，是，好吧？然后他们在讲的时候也都在讲，我是说赖清德跟民党也都在讲什么文史啊，然后那个台湾本土等等等等等，就做的都相反。对，但是他们实际上做的是完完全全背道而驰的嘛。是啊，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在掩盖问题。但是这个自然界的力量是不可能让这些问题被他们这种迂腐的官员所掩盖的，所以一定会发生事情的。一定会发生事情。那发生事情了之后，就有
当地的一般老百姓来承担嘛。对，老师，我再问一下哈，因为以赖清德的个性，您过去有讲哈，比如说赖皮寮这件事情哈，他其实蛮相信风水的。是。那这个龙脉呢？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们在讲哈，当地盛传很多版本，说现在挖断水脉就等于挖断龙脉。对。他现在赖皮寮，你 Google Map 去看，是整个湖的一片，已经赖皮寮三个字不见了哈，就是中福什么什么。地方他们家也是被模糊掉了，对对哦，这个政党就可以一手遮天了、啊。你想想看哈、哦，他很注重风水嘛，是吧？是，但是他是万里人呐、啊，嗯，台南的风水是关系到在台南出生的当地的人的，嗯的未来或者是 fortune 嘛，哈、啊哦、，OK， 所以他才不会管你什么台南人呢、欸。才不会管你们台南是不是可以继续出一些精英，你从到尾不认为他是为台南，他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是台南人啊，他选举的时候才说自己是台南人啊，而且刚刚他顾谁的风水，他顾自己的风水啊，他有在顾台南的风水吗？当然没有啊，这很明显嘛，而且怎么选来选去三任市长解决不了的海岸路的问题，怎么都是民进党的人在选、哦、哎，没有啦，因为民进党在台南已经执政连续执政了三十年了，是，所以呢我们看到的问题当然都是他们搞出来的嘛。那我再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刚才不是提到治水嘛，嗯，好，然后提到三爷溪啊，然后他花了什么那个八十亿左右啊，八百亿吧，哈，反正就花了一堆钱在那个地方，四十几亿。然后，但是你仔细去看他是怎么样治水的，嗯，好，那个三爷溪可能就是大家比较不熟悉，但是竹溪、嗯、哦、嗯，因为它比较靠近市中心，嗯，所以大家去看它是怎么治水的。老实讲，他的治水方式就是做水泥工程。那水泥工程并不是说防止水的，你知道，水泥就是基本上把水它那个截断，是不是？就是阻绝在某一定特定的区域，不是让它去输疏导出去。对，所以你下雨的时候，你很自然就是更容易积水，然后乱淹出来啊。但是为什么要做水泥工程呢？因为所谓的美化，嗯，好，民进党政府所认知的美化，并不是像是那个你去看那个京都或者是一些国外，他们的美化是跟自然环境的融合，然后自然工法，然后相辅相成，对，然后呢，所以那个水还可以那往这个利用土地上面可以去吸收，可以怎么样？那民进党不是啊，民进党的品味是很差的。嗯，我不知道民进党这些人一直在批评什么华国美学，但是他事实上他们本身的品味是最低的啦。哦，那个林默娘，那个不是林默娘，就是那个前一阵那个陈守娘那个花灯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好吧？那个在很好笑。那但是你看民进党在台南的所谓的美化工程，老实讲是丑到不行的，是那种非常非常人工的。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因为他的施政只是。目的是什么？目的并不是真正去解决问题。民进党施政从来都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包括等一下我们光电案看到也是这样。他们的目的都是要让老百姓觉得说，哎，我有做事，我有政绩，所以他们就会把钱花在那一些事实上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事情上面，而是做了非常非常多表面让老百姓可以看到，但是事实上这些表面功夫反而是阻碍的问题的解决的。好，老师您的讲，大家可能会觉得哈，这是老师个人的讲法，不是哈，有很多台南当地的社团，包括台南文化守护行动联盟哈，去年底就看了一篇文章，府城德庆溪的水脉哈，因为他们说现在有很多的工程都地下化，连续壁要深达到几公尺以下，20到30公尺。对，然后你到处整个台南都是这个连续壁遍布，然后你就阻断了水流，地下的水、浮流水，这些水没有去处，它只好冒出来。嗯，那所以让这些工程全部都延宕啊，因为哈，现在他们都要盖高楼大厦嘛，好，包含南铁地下化也是生态湾。是，为什么连续壁会对这种东西有影响呢？嗯，因为连续壁它的施工方法就是我深开挖下去，然后我做一个水泥的墙壁，去保护我挖下去的那个区域、那个空洞，对，好不好？但是你想想看，我水泥的墙壁一做下去的时候，是它是不是就阻绝了水的流动？流动是吧？它只好往外扩散。对，然后它往外，所以这个结果就会很惨啊。嗯，连续壁的本来水进来的那一区，
就会积水，对，积水就会变成土壤的异化，是哦，那就有可能发生像是我们刚才讲围观大楼那种事情，对，好、哦，然后呢，或者是什么泥流入土的那个现象，好、哦哦，这个其实你在台南其实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是是是，然后泥灌入体，它是另外一个在台南屏东特有的现象，就是它的地壳在抬升，对，所以让它的一抬升之后，那些水啊跟土壤交错在一起，就变成建筑物就会不稳，对对对，包括。苏贞昌说那个高铁要往南延伸到屏东都很担心泥灌入体的问题、嗯、好，然后呢那个水没有办法流过去的另外一边、嗯、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那个铁路地下台南铁路地下就是西边、哦、对，那个地方很自然它本来的密度是沙跟水的密度对不对、嗯、那现在水流不过来那就变成什么就纯粹是沙的密度所以它的沙它的那个土壤密度就会降低、啊、那也就不结实了 啊所以呢就很容易就是经过一些时间又如果有水在那边跑的话 又会被掏空掉是所以好可怕五妃街这个地方基本上面、啊、我有去跟一些文史工作者讨论那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基本上面他们的判断、啊嗯、我是觉得还蛮有合理的就因为那个地方支流非常非常多嘛、嗯、好所以你弄连续壁去阻断的时候那水就往旁边跑往旁边跑就会、哦、就会跑去掏旁边的地基沙对地基别的建筑物底下的地基你上面是看不到的是你上面又看起来平平的、啊、那直到掏到一定的程度就承受不住了天空就出现了天坑、哦、天坑就出现了那你要怎么、哦、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我在往里面灌泥沙嘛对不对对泥浆嘛但是可以解决问题啊不会不行你灌进去了之后那些水跑到哪里去又往别的地方跑这好不好所以这个东西是有可能、哦、就是说你根本的问题没有去面对然后甚至你在设计跟施工上面你去恶化这些东西这结果就是问题没有办法是会蔓延的它有点像癌症一样、啊、哦，癌细胞扩散癌细胞扩散啊，是吧那这个东西现在以我们看起来这个台南的这个执政者以及民进党执政者他心里面都只有土地开发而已啊他根本就不会管这种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要持续关注因为要持续关注哈因为更大的事情可能还没有发生哦太可怕了哈、哦、那好我们先把镜头先到屏东去、哦、让大家知道在这个地方有四个乡被划为不利耕种区但不利耕种区就变成光电板的故乡那这个光电板呢如果你用的是中国大陆出口到台湾而且据说是要销库存、嗯、到底发电效能如何会不会有国安疑虑呢如果按照民进党的标准我们现在到现场去看一下、嗯整个被砍掉的哦，整个被砍掉。对啊，这边其实这边种电全部都是砍树种电，真是新开春。不是砍原生的树，就是砍果树。对，哦、所以以后我们要吃什么？吃光电板啊，对吧、啊？要不然你吃到水果，那农药残留也非常的多。哇，那一定要洗干净，有些是洗不掉，直接到果实去了哈。对啊，对啊，对啊。刚盖好才两三个月，它灰尘就那么厚，那个你看，其实你看过去都灰灰白白的。对。对，才刚盖好两三个月，灰尘就那么厚。也没在洗哈，这样发电效率对啊，那这发电效率它就非常低落，对，所以它到底要多久洗一次，还是纯粹就是盖这个要赚政府补助的钱的？后面就不管了。对，后面就不管了，这才刚盖好的两三个月，灰尘又那么厚。我屏东县政府讲那农电共生，那很骗人的，这怎么种农？对啊，骗人。没有农电共生，没办法农电共生，而且还让害虫就生活在这个地方，还毁了旁边的良品那些。看农民都要多撒农药，对啊，农药残留了，所以就让全民吃下去。屏东县政府那时候，他们为了对外啊表示他们好像很重视这所有的文化资产，他们弄了一个标案，对，跟中央文化部也要了钱，要了150万，屏东县政府自己出了50万，一共200万，他们弄了一个标案，弄了标案。说要调查石头岩这个地方，对，结果搞了半天哦，都是他们自己人在标，都自己人在标。因为看负责那个标案的人叫杜振宇，这边有杜振宇委员啊、哦，就是屏东县政府自己的人，自己人去标，他利用高雄老兵协会的名义，自己去标这个案子。这个标呢是要做什么？调石头岩的什么？对，调石头岩，他们拿200万啊，就为了拿200万。是调查什么？
就调查石头营的文化资产、历史资产。你看，石头营成果办，你们协会问就好了。对啊，对不对？结果好笑的是，免费提供给他。他这个案子里面的结案报告，所有的分布图，抄我的。为什么？比如说像这个第48号机枪堡，基本上这张图怎么来的？这张图就是当初我要提报文化资产的时候，所以这是他们标案附的那。对对对，他们的成果报告，结果是截我现成的。哇塞！对，为什么我会知道？比如说像48号机枪堡，基本上我当初这张图是我要对地号用，我要提报文字对地号用。对，又可是我知道可能会对外泄露，因为我要给屏东县政府这些，所以我故意造假。比如48号机枪堡是没有的。没有的，结果他们结案报告里面竟然对一模一样，连所有编号都一模一样，假的机枪堡这样，结果他们照抄。对，这是当初我去，这是当初我的图。比如说，你看48号在这边，对，他们48号在这边，所以整个是照抄我的。对，所以这结案报告基本上是没有用的，是抄我的东西。在最后审查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找光电厂一起来审查。对，念出来。生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力能源就是友达光电旗下的光电厂，它的子公司。对，你看过哪个政府标案会请财团一起来审的？对，这4月1号，111年4月1号，对，他就是审石头营的这个，只是跟他们没有关系，石头营的文化资产，他们请。财团请在这边盖光电厂的财团，审查意见结果是怎么样？审查意见等于是也是没意见啊，也没意见啊，就是没意见啊，就这等于就是有跟没有讲得很虚啦，就是哦，证明这里有不是才200万，他也要这样子申请。对啊，他们整个结案报告就证明啊、哦，这里有真的这里有二次大战日军留下的遗产，对对。当初我提的文化资产，他们给我否决掉。可是200万内容又抄我的，抄我的，他们又假装就走整个 SOP， 还要请财团来看内容可不可以。这亏损怎么来的？其实台电他们都用话术，就是想什么燃料成本增加那些。为什么全世界国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问题，亏损3000多亿，是我们台湾会这样搞出来？你会想。他们制定这些能源政策，光风电台电每度7块钱跟他们买，光电每度5块钱跟他们买，然后台电平均是3块多左右卖给我们，对，这中间价差最少2块多以上，对，谁赚走？对，这中间价差当然就是这中间哪里去了？当然就是这些搞光电的赚走了，对啊。所以台电他们制定这个政策是很扯一件事情，因为这永远都一直亏损下去，对，谁做生意？会进货7块钱进货5块钱进货，然后3块钱卖给人家，这当然是亏本啊。好，针对这个案子，屏东县政府在今天中午做出回应。好，对于这个大陆进口的光电板，他们怎么讲呢？他们说这是能源署已经对高效能模组申请案有每度电大约0.2到0.3不等的额外补助，厂商要选用能源署太阳光电模组产品登录的光电模组，评估自身案场建制成本、未来发电效益，然后会有怎么样的报酬率，就他们自己去评估。好，对于太阳能板是大陆进口这件事情，他根本没有回应。他的回应我不知道跟你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啊？他随便找一个东西来回应啊。另外，对于200万标案这件事情，找能源公司来做环境评估跟开发，县府回应说，这个叫做访寮二站石头营军事遗迹调查研究计划劳务采购案，依据政府采购法，而在这里面的厂商依契约履行内容完成履约项目，而对于这个有侵害第三人抄袭这合法权益的部分，这个应由厂商负责处理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跟费用，目前没有接到第三人向厂商提出侵权的事。如果还有任何疑问，可以洽本府文化资产保护所0872102234，屏东县政府。好，好，这个呢，我们大概把去年10月30号的回复文，因为已经有去年提出质疑，而县府的回复跟这个文呢几乎是一样的，几乎也就是说县府应该是不觉得这太阳能板是大陆进口有什么问题。我们看到他刚刚是他连提都没有提啊，是他没有提，等于是没有回应啦。而刚刚这位这个捍卫石头营的
这个召集人哈林炫耀他说哈，政府什么案子都要赚哈，那连200万都要赚，这是贪官贪成一条是一条龙了吗？让大家看一下 iPad 哈 ，iPad 这边有一个这个，让大家看一下哈。好，我们请导播放出来一下哈，这个是这个刚刚那个两百万标案，好说。48号机枪堡已经寻获，哈，红圈这个位置，这是已经寻获，哈，好，那机枪堡呢在什么地方？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原始的文史工作者他们提供的，这个是好几个好几个二战军事机枪堡留下来，现在标的位置，但是其中在48号的机枪堡那个是他们虚构的，而虚构竟然在结案报告里面也照抄。所以这个抄袭是确实的哈，对林炫耀这个石头营的捍卫者捍卫联盟的召集人来讲，这个是确实是抄袭哈，连错误都抄袭进去。而至于呢被指为抄袭的老兵协会，这个高雄市老兵协会，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欢迎写信或者是跟民间特侦组联络，我们会让你有完整的说明哈。那现在屏东县政府是做出这样的回应。好，老师 OK， 我们先两件事情来一谈啦、啊。第一个就是有关于抄袭这件事情，对不对？他去找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协会，其实不用200万呐、啊。那个石头营捍卫联盟可以无偿提供这些资料 啊。重点不是在那200万，是好不好？重点是那个老兵协会他去做了这个环境，就是那个文资调查报告之后，是他呈现给那个屏东县政府，就是对的结论是什么？就说哦，你们继续进行开发是不会影响到这个地方的文资，是吧、啊？我们调查好了，好吗？对，那个，所以你们进行这些什么光电板的开发都没有关系，重点是这个，而不是那个老兵协会去拿到那两百万。当然，老兵协会干这种事情，政府总是要给他一些甜头嘛，所以就给他两百万，你知道我意思吧？所以、啊、不然的话，如果省这要省这两百万，就刚才找那个石头营保护协会的人去做就好了，还无偿哎、欸，是吧？那重点是后面的这个掩护这件事情。那老实讲，这种事情哈，这个我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了、啊、民进党常常就会这样干、嗯，你知道吗？这成立那个名声漂亮的 NGO， 对，首先呢、啊、哈，咨询委员会要找什么社会正义人士或这公正人士嘛，是吧？嗯、那最名目上面，因为一般老百姓也搞不清楚谁是公正人士嘛，是吧？是，所以最便宜的方式就是民进党自己去找了自己人、嗯、去成立了一些民间社团或者是 NGO， 然后那个名称都讲了都有够漂亮了，好不好？什么环境保护正义联盟、台湾守护正什么守护正义联盟、什么什么文字什么什么柱之类的 ，OK。所以老实讲，我们光光看名字、嗯，你是没有办法分辨出来说这一个组织到底是在帮政府辩护，还是在监督政府的。表面上面看起来都是监督政府。我讲了，我再举一个那个老师，等一下，我们看到这画面哈，因为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个光电板，我们过年后去到现场采访，他才刚盖完没多久，上面已经布满一堆灰尘，发电效能这样 OK 吗？其实老实讲，光电所的教授，对啦，老实讲啦，这个也真的很难清理啦，好不好？不就清水清理就可以了？问题是没有人在清理啊。对啦，因为那不是发电效率不是重点，好吗？从头到尾都不觉得他们真的 care 这个发电效率啊！电价是重点，要涨电价了。没有，涨电价是必然的结果。我觉得重点就是在简单讲，他们的游戏规则是这样。我这种游戏的方式，我们在疫苗啊、鸡蛋啊，在很多地方我们都经历过，是不是？他们的做法就是说，哦，我先抬出一个很高尚的一个名称，好不好？好，比如说疫苗就是救我们嘛，对不对？好，然后那个鸡蛋更好，因为台湾的基本说我们要有来解决国际俄乌战争，所以能源费对啊，然后要解决我们吃鸡蛋问题啊。总而言之，都是有一个漂亮的名目，是包含光电这件事情也是嘛，就是因为我们要进行那个绿能占我们的什么发电比多少%以上，所以呢要搞这些绿能，对，所以他们都会弄很漂亮的理由，但是真正重点并不是这些目的。
就他讲出来的这些理由，嗯，而是说他们在执行的时候就会有中间代理人，嗯，那这个代理人呢，一般人我们都不会知道，是吧？啊，但是等到事情变康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啊，中间代理人都是民进党自己的人，所以他们民进党事实上是在撞。一种程度是在国难财啦，哦，那您可以这样去理解，不然的话就是说，哦，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目标，他们从中间都一定要去赚一手的。但是你看他们名字都很漂亮了，好不好？那我们，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所以这个，那包装这种东西，很自然就是要有所谓的民间公正人士，对不对？所以很简单啊，找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去成立 NGO 或什么东西，然后来帮忙捍卫。我要举一个例子，很有趣的哈，在 FB 上面，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网站了哈，有一个 FB 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粉丝网哈，它呢就是台南房价你不知道的事，嗯，好不好？然后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在批评房价啊，什么诸如此类的。后来没有多久你就搞清楚，他基本上面就是一直去塞一些台南房价会继续上，所以大家要赶快去买房子的事情。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他是表面是这个样子，但是他的操作，实质的操作，他好像在告诉你一些真相哦，他自己觉得了。但是他的真相都是政府做了什么建设，又什么建设，哪个地方房地产会涨，或者是你现在再不去买房地产，那就是继续涨，你就来不及了。基本上面就是在帮这个建商哄抬嘛，是吧 ？OK， 但他表面上面他会说不是啊，他在关心这个，他也希望说他不要涨啊。但是实际上不是干这种事情啊。那老实讲，我觉得那个粉丝页，我观察起来，我觉得政府跟那个建商的勾结在里面，是他们应该，我猜啦，应该是他们一起去搞的那个资讯平台，那个粉丝页，你知道吗？哦 ？Anyway， 所以呢，很多东西我们分不大清楚啊。对，那这种事情，我之前在台中有碰到一个，不过这个牵扯到反核，那以后我们有机会来谈。老实讲，最近可能要搞那个什么反核大游戏。反核核电是最便宜的，我们讲出真相，他就要反了，是吗？应该是说，民进党只要选举失利，他们就要反。哦，就要反，因为从前好几次人民的荷包作对，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反核可以巩固他们内部团结，或者是就是提高他们政权的正当性。这个好，这个没关系，另外一集以后我们再看下去哈。那我再回到光电这件事情，是吧？那一个光电板被弄出来，我有看到你传给我资料，对不对？它上面是写的 Made in China 嘛，对 ，Made in China。那老实讲啦，我觉得你真的很难去买到不是 Made in China 的光电板。你说台湾的光电板很多都是大陆的咯？我觉得应该99.9%。哇塞 ！OK， 所以为什么呢？这是国安危机耶！大陆就知道我们发了多少电啦，他截断我们的太阳能板，我们就不能发电了。对啊，你如果是这样吗？你看民进党的逻辑就是这样啊。对，他们的逻辑就会让人诠释。天哪，这还得了？但是他这件事情，他没有人执行、啊，他有钱去吃，他就不会这样子弄这种逻辑推下来嘛。哇塞，这要不是民间特征组报，还没有人知道。我们真的是无意间哦，太阳光电板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往上，哎，有一行小字。我手机拍的其实还是糊的，我还没看清楚，还是民众拍了给我看。哇，看得好清楚。我跟你说啦，因为呢，真的，全世界的太阳能板几乎100%都在中国大陆做的。不行，我们要政治正确，要台湾自己弄，不可以用中国大陆的，对不对？台湾有光电厂，曾经要去做过太阳能板，结果嘞，光电教授就亏到不行。做是做出来，你成本没有办法跟人家中国大陆做了拼啊，哦，对不对？然后所以干脆接受它啊，对啊，以及你知道吗？一个企业可以赚钱，它就会继续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产品。谁到底谁赚钱？那台湾的太阳能板的企业在 day one 就成本上面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竞争，所以干脆用它的。所以那个公司后来就收掉了、啊。所以台湾的太阳能光电基本上面都是去买中国大陆的太阳能板，然后做后面的模组啊，跟系统的配套的组装。所以你说要不用中国大陆的太阳能板，那个真的是，老实讲啊，正常国家不，
美国好不好？不是跟那个中国大陆也是对抗很严重吗？嗯，对。美国太阳能买也是买中国大陆、啊，也是中国大陆。德国在欧洲推太阳能，不是推了也是中国大陆，也是买中国大陆的太阳能板。哇塞，那民进党怎么政府不跟我们讲清楚？其实中国大陆的东西好用啊，是吗？就是、我们拼命用，符合成本效益啦。哇塞、哦、，OK， 但是。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实的状况，好不好？那我觉得重点并不是在于说，重点并不是在于说用谁的太阳能是光电板。当然，对照民进党政治正确，我们会觉得很荒谬嘛，对不对？荒谬啊！我觉得重点是后面那一段，嗯，就是说，好，我就算是买的中国大陆太阳能板，对，那我是不是去买比较好的太阳能板，然后让它发挥比较高的效能比较好，然后以及是不是能够解决台湾的电力不稳定以及会断电等等的问题？对，应该是这样吧。这次电价全面调涨哦，小家庭全部要被调到、哦。你看看一下电价调涨，从那个他们买多少，我真不甘心、啊，用多少钱去买电，然后卖给一般老百姓多少，你就知道这稳赔的嘛，一定会台电一定会大亏的嘛。好，是吧？我们老师。请息怒哈，大家可能会觉得听得很生气。我先让大家看哦，我们在都会哈，都会区无法感受到现在民进党政府哈，农地不能搞光电，好，他搞到沟渠上。前阵子薛瑞元部长他也说不要再把光电盖在沟渠，但是呢，盖好的怎么办？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民众提供的画面。嗯。好，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屏东哈，屏东这个沟渠绵延有一公里多长，旁边就是道路，好，会有车子在那边在那边行走哈，在那边行驶。那有民众开车的时候就反映说，哇，到夏天的时候那个光波光粼粼哈，那个光电板照射出来哈，会刺眼哦。而底下水因为照不到太阳，长期照不到太阳，它的水生植物长不出来，所以变成了一滩死水，已经发出臭味。好，那也没有这个细菌去这个藻类啊，生态已经正在做改变。那生态改变状况呢？旁边有农田，有做果树的，就要喷更多农药，因为害虫会过来。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石安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现在石安像小模仿的这个佐料，它虽然没有苏丹红辣椒的问题，但是它被验出农药超标，没有躲过这个农药的问题，所以台湾人是不是要吃更多农药呢？好，在这个地点，大家看一下，这个拍摄地点就在这边。好，好，屏东的朋友，如果还有更多的影片，欢迎提供给民间特征组，让大家知道真实事实的状况是什么。嗯，沟渠上面盖光电，我们这样一 Google 下去，一堆民众乡民在反映。所以现在中央也说不要在沟渠上盖，但是盖了就盖了，就不会再去动它。这难道我们又要为错误的政策负责吗？因为哦，我觉得这件事情以及我们之前看到很多太阳能发电影响到余温，对，就是的存续啊，因为他们就把那个老百姓本来养鱼的就赶走了，对，哦哈。然后农电共生都是骗人的，对，然后甚至什么太阳能板下面给你埋毒渣这种事情，对，其实都反映同样一个现象啦，就是说呢，民进党政府这个是非常非常注重表面的，然后基本上他就是认知作战治国啦，嗯，好，那他通常就会抬一个非常非常高尚的一个理由，然后呢，这个理由呢就要凌驾所有的，要全民买单，哎，对，凌驾所有的四倍价值上面。好啊，比如说那个埋炉渣当然是不好，但是上面弄个太阳能板啊，是吧？那比如说什么，他就把渔民赶走啊。那比如说他这个沟渠上面弄太阳能板，就会破坏生态啊，是吧？那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啦。好，那其实我们再回到太阳能这件事情，对于台湾是不是必要的呢？我觉得当然有一定的必要性。好，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当然也有一定的必要性要去买中国大陆的太阳能板嘛，嗯嗯，因为人家成本效益会比较好嘛。是啊，孟电教授讲的很清楚，的确是，那你就去买嘛。那重点就是说，你施作完的这个系统到底是不是能够解决台湾的问题？对，还是留下更多的烂摊子？对，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好，那我们现在来谈太阳能板哈。
太阳能板这个东西它的发展历史很久啦，就是人类很早就想要弄。不是，光电板真的可以回收吗？回收再利用、哦、OK， 应该是说老实讲细变成细晶圆的东西、哦、你大概就很难再让它回归自然啦、啊、那它怎么去化？你没有办法去化啊，没有办法。你唯一我想到的一种去化方式就是你把它弄碎，然后把它做成建材，然后拿来盖盖哦，把它弄碎，然后变道路柏油路，人类本来就需要，对对对对，人类本来就需要一些工程建设，一些工程建材嘛。那这些建材基本上就是一些固体，我们掺杂一些粘胶或粘合物，就把它成型。OK， 倒是可以，但是这种去化的速度不会太快的，是、嗯哦、所以我也不能说它不能去化，嗯、但比如说它去化，那但量太多了。对，那比如说你如果没有收集起来去进行这些去化的东西，你随便把它放在，那当然就是千年万年不坏啦、啊。对，那这当然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环境嘛，哈。是。那我要回到这个太阳能这个效率这件事情，嗯、就是说。因为它的技术发展、哦、事实上产生了非常多代的产品、嗯哦、刚开始的时候效率很低、嗯哦啊、但是反正第一代嘛，大家都还是想办法用、啊、那后来发展到它发光效率大概是百分之，就我进来的光能大概有12%左右可以变成电能、嗯、那时候他们就觉得蛮不错的、嗯哦、所以就开始去做大量的生产、嗯、但是现在到这个时间点已经发展变成说我们100%就是电能光能进来有24%左右，对，可以变成电能，所以跟相较于上一代而比，是那当光电效率就当然就是 double 了嘛，是吧？那所以我们现在去建置太阳能板，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呢？应该去选择最高效率的，对，是吧？因为你既然都使用那个土地，而且可能对那个环境有所危害的，是不是？对，那你当然要去追求说，那我的目标应该把它极大化，目的把它极大化嘛，所以我应该去用更高效率的。结果嘞？但是据我去跟那个一些民间的电厂上去了解的状况是这样，事实上在台湾铺设的这些很多太阳板啊，嗯，他们并不是最高效率的啊，他们是拿上一代的，上一代就大概12%的发电效率的，12%跟现在的比当然是差落差是大概1/2。我一块太阳能板不能100%发电，只能12%。你本来就不可能100%发电，好吧？现在但12%也太低了吧？现在的技术大概20%几。二几哇，那这很正常，二十几很正常，好吗？因为你光下来你要转换，十几大概就是一半。那反正那些东西太阳来的啊，你也不要抱怨太阳了吧，是吧？是。那 anyway 就是说你应该去追求比较高效率的这样。所以是去化库存吗？没错，所以但是他们却反而去买那种比较低效率，就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嘛，是吧？那你还装在台湾呢？是装的人。还是你的绿油有那个民意特别新潮县市，新潮有那一群人是吧？对， okay, 绿的县市。那你们不是要爱台湾吗？啊，你们今天做这件事情，不是应该想办法把这个效率提高吗？对，不是啊，他们现在用的那个、哦、那个效率是上一代的东西。我、哦、真的快昏倒。OK， 所以呢，我们民脂民膏不想用。而且这个到底是图利谁？是这图利中国大陆厂商哎、欸。哦，他帮他去化、啊，这个是。我上一代的东西，我生产了一大堆，我卖不掉，对不对？反正正常的抓去关，正常的国家、正常的公司，可能要想，那我当然是买新一代的东西啊，当然啊，对不对？是吧？比较正常嘛。哎，各位民意代表、立法委员，赶快哈、哦，这个事情赶快到国会去把它掀出来哈、哦！我们现在光电老师、光电教授在这边都讲出来了，我看你官员好好回答，为什么要用大陆的东西，而且效率这么差？老师不要生气，我们来吃绝代双胶。不好意思哈、啊，我们还是要广告一下那个中天的绝代双胶哈。你在看的时候，我继续补充吗？好，还是我就安心吃。我们可以一边吃哈，这个好，我们先请老师看看好不好吃，好不好？没有吃过的朋友没有关系，它这一包里面哈，里面有应该是有六小包绝代双胶哈，还有这个小小酥。好，那我们就请老师来吃吃看好不好吃。那如果订过的朋友哈，现在是一箱10包，那里面还有6小包，这样是580，很便宜哈，算蛮便宜的，而且吃了会刷嘴。我们同事都说吃了会刷嘴。好，老师，它里面是这样，好，你就放这里。绝代双胶辣椒，我跟大家讲哦，真正辣椒它氧化，它不是鲜红色，真正辣椒会稍微暗红色，这才是比较天然的辣椒，好吗？
好 ，OK， 好老师试试看。谢谢。嗯，这个东西我没吃过，第一次吃到吧？我第一次吃到。如何？其实哦，它不像辣椒啦。啊，那是什么？那像那个蓬蓬的，然后带一点香，就香味比辣椒味重。嗯，好吃，好吃哈、哦。那这个、嗯、放在这边，蚕豆酥哈、哦。嗯。它就是一包里面有绝代爽椒大颗的辣椒、哦嗯、跟我觉得蛮好吃的，跟那个蚕豆酥，还有这蒜味小小酥，这就是传统的这个，嗯，像哦，有没有闻到味道？嗯，好，我们也请老师试试看，谢谢小小酥，嗯，这样好吃。那个我特别喜欢那个绝代爽椒，绝代爽椒的。那个东西是我没有吃过，而且它真的有辣椒的天然味道，它有辣椒的香味，对，它香味是比辣味重。嗯，好，喜欢的朋友到中天快点购，好，结账的时候输入 CTR001， 那小英跟民间特侦所代购码就有优惠折扣。老师，你再赶快补充一下太阳能效率。哦 ，OK， 好，你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民进党大幅去铺太阳能板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更不容易跳电，我们的电力事实上是更不稳的。嗯哼，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好，因为呢，大家在回归民进党还没有中央执政，他当他是在野党的时候，对，他跟一些民间的 NGO 最主要是反核团体，对，能源政策相关的团体，那主要的论述是什么？事实上是跟现在他们论述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啊，你仔细去检查，嗯，那时候他们论述是什么？台湾不缺电，台湾缺的是智慧电网。也就是说呢，那个时候的论述是说，如果我们在电力的管理分配上面哈、哦，有更就是更 intelligent 的方式的话，那你就可以避免那个电力的损耗。嗯 ，OK， 好。那其实这是非常合理的论述，对，所以就应该要往这个地方走。如果你不想要，因为你任何发电都有成本，对，都有环境成本的。那当然我们不希望烧煤的火力发电厂继续存在，所以这一定要有一定的汰换的一些机制。是，那事实上你说烧天然气是不是很环保？当然不环保，好不好？没有，是烧天然气也许不会造成空气污染，但是天然气本身的购买。它是甲烷好吗？天然气是甲烷，我知道，但是它臭氧层破洞元凶，它产生甲烷的过程会产生臭氧层，但它、它去发电的过程不会嘛？你知道吗？那所以我们去跟人家买天然气，好、就是瓦斯这种东西，然后呢，我说台湾啊，但是这为什么那个藻礁他们？要去买天然气，因为他说哦，这个空气会变干净啊，什么什么之类。那问题是产生天然气本身这件事情，在前缘本身也是一个破坏环境的一件事情嘛，哈、而且呢，台湾又没有天然气，我们能源又被人掐在人家手上，是吧？没错。所以他们民进党就说哦，那我们就搞风力发电，搞什么太阳能发电，我们就可以自己自足嘛，这是名目上面。那实质上面是怎么样？中间都有代理人啊，那、想。他赚钱的，真的赚了大钱的，都是代理人。云豹嘛，云豹能源嘛。那光电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是云豹嘛。那太阳能事实上也是这个样子，技术他们都号称是德国技术、德国厂的，但事实上那个政府就一定就规定说，一定是要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公司。那这个东西其实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是那个新潮人他们那边在玩这一套啊。对，所以呢，真的赚钱的是。是，你不觉得这个当政府真的很好赚吗？是，我去弄一个国家政策 ，OK， 我说要做什么东西，然后呢，国外厂商或怎么样进来之后，要有一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我自己的公司，好不好？然后呢，就赚了一笔，好吗？那真正做下去，如果对台湾有利，那我们当然也觉得，对，我们就接受了。我们大概真的也。因为不能多嘴，还是比较。但是你发现哦，弄太阳能的之后啊，弄发电之后，我们电力是更不稳的。为什么呢？因为智慧电网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哦。智慧电网没有建立起来的结果就会变成什么呢？你想想看，太阳能发电跟光，就是那个风力发电，它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对，所以呢，它的电力的稳定度一定会比电厂，就是那种传统，就是靠天吃饭嘛。对，你一定会比电厂来的。然后我们的储能设备是不是都还没有赶上来？应该说，
你各个地方不一样的地方，你收集，你有不同的发电产生，对不对？那我首先我要把它收集起来，收集起来再重新分配嘛，好、哦，然后呢，这个收集起来的这个电，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大电池，一个电池好了，好不好？然后呢，旁边又有一个，你想象一下，另外一个大更大的电池叫做。啊，火力发电厂，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电池，然后核能发电厂，诸如此类的。所以就是很多的这些电池串联起来，然后再分配，然后对，再分配给我们要用电的这些人，对不对？这个电网没有建制完成。哎，有，但有建制网，但是不是智慧的建制完成，就是那种很传统式的这样。所以它的结果会什么呢？我讲就说，你如果没有一个智慧电网的话，就会发生现在的事情。老师，我们要结束了。好，我很快一分钟。你这个地方跳了之后，它对于其他的电池的电压的需求就会增加，所以其他的电厂就有可能跳。现在这几年我们看到台湾的那个电力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为什么太阳能跟风力发电他们会容易跳？因为它这个电池本身哦，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它是靠天的，它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所以很自然就会影响到旁边啊。所以真的重点还是要去透过建制智慧智能电网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台湾这民党这样看起来没有这样，好像没有做这件事情啊。然后他们一直都转移焦点，比如说弄早教的时候就说哦，台湾会缺电，是吧？然后现在隔一阵，我们预告一下，最近因为那个几个月前那个民党选举失利，对不对？所以现在反核运动要来了。哦，反核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大家要反核吗？哦、好好好，那今天讲不完，我们之后再继续邀老师来哈。我们的投诉信箱跟传真好在上面哈，大家如果有不公不义的事情，可以把这个搜证完影片、照片，还有附上您的电话跟姓名、传真或email 给我们哈。那礼拜五六日晚上七点半精华版上架，记得帮我们看完、按赞、订阅哈，然后分享。谢谢大家，谢谢各位陪审团哈。我们已经有很多人没有点名到的，刚勋豹，还有Alan Chen 哈等等，李彩晶 ，Hello， 罗延龙，小仲哈。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感谢各位，拜拜，拜拜，谢老师。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斐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 GABA、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也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斐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寄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仙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仙全效克斐尔益生菌。